白日梦，哎，你每次都很喜欢泼冷水哎。不过经过一场腥风血之后，我相信你我肚子都饿了。听说这里哦有非常厉害的车轮饼，一个假日哦可以卖到四五百个哦。想吃吗？我们来品尝看看，走。 到了，就是这家车轮饼店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味道非常多，它的口味有 cheese 啊，然后马吉啊，甚至呢还有大甲芋头，哎，大甲芋头用的就是当地的大甲的芋头，很厉害。然后经典奶油一定要吃一下，因为他们奶油是卖最好的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我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奶油的，喂，好香哦。嗯，它皮很脆。 而且啊，奶油非常的香浓，然后一不小心啊，你看就会有爆浆的感觉，然后香香脆脆的皮搭上这个湿润的奶油，你知道，哦，哦，你看，整个都爆浆出来了，感觉真的非常的幸福哎。再来，我们要吃的呢，还有芋头口味的，哦，是从大甲直送来的，你看它上面呢还有葵花籽哎，这个葵花籽可以增添香气，来试试看。 嗯，哦，它的刚刚说到饼皮很脆之外哦，它其实芋头非常的绵密哦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它可以吃得到芋头颗粒的感觉，嗯，很香脆，很足，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香浓，哇，真的让人一口接一口哎。